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 最近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持续，不少人都会预早去超级市场买定一个星期的送菜。今天我就揀了一个又便宜又抵食的食材豆腐，教大家整三重一汤的菜式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开始啦。哇，好丰富啊！估唔到用一樽嘅豆腐就可以整到咁多款唔同嘅菜式，有前菜啦、主菜、汤，而且仲有甜品添啊！就算各位新手入厨嘅朋友，整三餸一汤都完全冇难度。想睇更多款唔同类型嘅豆腐菜式，就记得 click 入内文睇完整食谱啦！Yoo-hoo！